有点儿，좀졸려，我有点困，좀아파，我有点疼，좀피곤해，我有点累。왜？为什么？왜졸려？为什么困？왜아파？为什么疼？왜피곤해？为什么累？좀졸려，我有点困。왜졸려？为什么困？감기걸렸어，感冒了。좀졸려我有点困왜졸려为什么困감기걸렸어感冒了오늘의패턴격파有点儿为什么有点儿은조금약간이라는뜻으로정도가심하지않거나수량이많지않음을나타냅니다我有点困좀졸려我有点疼좀아파我有点累좀피곤해为什么왜어째서라는의미로원인이나목적을물을때사용합니다为什么困왜졸려为什么疼왜아파为什么累왜피곤해오늘배운패턴有点儿为什么를활용해서대화를만들어볼까요잠을푹자지못했을때좀졸려我有点困왜졸려为什么困감기걸렸어感冒了몸이아플때좀아파我有点疼왜아파为什么疼감기걸렸어感冒了몸이지쳤을때좀피곤해我有点累왜피곤해为什么累감기걸렸어感冒了그럼이제신나는리듬신공조금有点儿좀졸려我有点困좀아파我有点疼좀피곤해我有点累왜为什么왜졸려为什么困왜아파为什么疼왜피곤해为什么累좀졸려我有点困왜졸려为什么困감기걸렸어感冒了좀아파我有点疼왜아파为什么疼감기걸렸어感冒了좀피곤해我有点累왜피곤해为什么累감기걸렸어感冒了조금有点儿조금有点儿왜为什么왜为什么아프지마감기뚝조금좀졸려좀아파좀피곤해왜왜졸려왜아파왜피곤해좀졸려왜졸려감기걸렸어
좀 아파. 왜 아파? 감기 걸렸어. 좀 피곤해. 왜 피곤해? 감기 걸렸어. 조금? 조금? 왜? 왜? 아프지 마. 감기 뚝!